看看今天的云啊，像是有点像那种地震波纹云，对吧？我们昨天晚上驻车在这个索县的这个最大的虫草交易市场啊，它这边其实没什么车，我们停到这边还是比较舒服的，晚上也不怎么吵。一大早起来之后，哇，背后山上还有雾呢。这边就是我正对这个方向，就是索县小有名气的小布达拉宫啊。我们之前是来过的，是在这个位置，它也是在一个山上，长得跟布达拉宫差不多。我们还去过日喀则的一个小布达拉宫，都长这样，都在山顶上。现在高海拔驻车已经成常态了。今天的驻车海拔是4124米，这是我们出发前的海拔。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很恐怖的地方，害怕吗？就跟温丁是一样的。就比温丁恐怖点就是。小卡子早晨也是早早的起来遛完，乖乖坐在腿上。越靠近西藏，路上这个磕长头或者徒步走到拉萨的人就越来越多啊，整个一个村子的这样子的。他们现在是徒步过去，然后到了大昭寺才要磕头。这段修路的单边放行，这修路要持续30公里啊，全是暴土扬尘。刚才看从对面过来的车全部都是泥糊，我们也是，包括那些车是白骑了。317房车越野急需中，这简直就看不到路，你知道吧？只能压着前面的车轮胎走啊，他抱个搁底下，我赶紧往别边上绕一下。主要是他这个去还是双向，我们这就是新车测试，看看这车去西藏颠这么一趟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，极端测试了算是。就这样，我们爬到了葛拉山4824啊，这样的垭口。4824，4800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什么感觉了？没什么感觉了，太颠了，还得下去这土路。317美是真的美，但路也是真的破。这现在又成了搓板路了哈。其实搓板路最考验这个车体的质量了。看看什么东西会被颠下来，螺丝会松。我操，这么大的车，还能上去吗？应该可以。颠是颠了颠啊，但是你看我们正面这座山多漂亮，黄色的，下边是绿的啊。在这边比较常见的是石灰岩山，就是顶上是白的。下边是绿的，但这顶上是黄的，里面应该是含铁的，黄红的这样的，还得继续颠，这颠30公里。终于走完这波颠簸的路段了，这边又是蓝天白云绿草地，这边是刚刚修还没修好呢，线都没换。在317上有个岔口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上面写的比如骷髅墙啊，这边转进去。我们等会儿看完比如骷髅墙还得从这儿回来，刚洗了下玻璃，全是泥。
看比如现在这周围的这个山全部都变成白顶啊，下面是绿的，而且下边的峡谷超级深，这 S 型绕下去，前面跟一大车跑了点慢。从山上一直下到谷底哈，我们现在一直沿着怒江在前进，右手边就是怒江了啊。我们还有大概8.2公里就到达了今天的路过站。我又换了个老婆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达了比如骷髅墙景区哈，这边是有堵墙，上面全部都是骷髅。我们等会儿要上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路上我们讲讲这个骷髅的事儿。在4000多爬山还是不行啊。这个我们旁边那条江呢，就是怒江。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寺院呢，名字叫做达姆寺。它也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一个寺院啊，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寺院。这个寺院出名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天葬台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天葬台那边去看，然后现在我们先去它这个寺庙去看一眼哈。周围这些建筑已经荒废了，但寺院就在我们的正前方。我们背后这些残垣断壁哈，就是之前的僧舍的遗址了哈。这个就是达姆寺了哈，这个达姆寺是由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，由他的这个伦布在此建的寺庙哈。他的这个建寺的时间比那个拉萨的大昭寺还要早，所以在整个藏北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庙了哈。比如骷髅墙景区导览图，我们得看看。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外墙壁哈，它真的是用泥土和石头夯实建成的这个寺庙哈。在现在这个寺庙里边，我们现在进不去啊，但是它这个里边，我查阅资料的时候，它显示这里边有文成公主留下来的这些法螺呀，还有拔吉，还有佛轮像，里边还有4个柱子是檀香木的，也是当时文成公主留下来的啊。就即便能进去，我们也拍不了。我们现在直奔天葬台。我们来达姆寺呢，主要的意图并不是来看它的寺庙啊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将近300年历史的一个天葬台。他这边天葬之后呢，他会把人的头骨拿下来镶到墙上啊。他的这个本意呢是让大家看到不管你此生此世是什么样子人，什么样的得道高僧啊，死后之后呢，这个头骨镶到墙上是难以分辨的啊，就是也就是这样啊，让你领会其中的精神。多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没错，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天葬台里边，它地上的这个2块石板，它就是天葬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台面哈。墙上现在镶嵌的都是人的头骨，目前在这个里边大概有几百个而已哈。很多天葬台是不允许拍摄的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允许拍摄的。在我们身后呢，目前大概有几百个骷髅镶在墙上哈。但实际上这之前这个地方大概有10000多个头骨在这个墙上镶嵌着，只不过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啊，那个时候把所有的这些头骨啊都丢到怒江里边去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寺庙它的边边它就是怒江。所以呢，现在的保存的这些头骨呢，它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不管你生前是什么样子的话，你身后就会镶在这个墙上，大家都一样难以分辨啊。
所以就是让你多做善事，莫问前程。它这个台子这样子设计啊，是为了秃鹫而设计的哈。这边有一点的斜，然后它主要就是为了让秃鹫不会一哄而上哈，然后它会先站到这个上面，然后下来吃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然后再下来到这个台子上来吃哈。那这个天道台是不可以踩的，就是我们可以溜着边边出来。然后它这里边为什么会有两个台子呢哈？这边有一个台子，这边有个台子。这个台子呢就是正常死亡的哈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天葬。下边那个都是非正常死亡的，比如说车祸呀、自杀呀什么的，这种非正常死亡的，它的下边那个台子。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不是如果比如说自杀，他就觉得你是没有珍惜好自己的生命，然后呢你就不能在这个台子上去天葬，只能在下边的那个。仔细看前边还有一些头骨，它放在地上的就是近期死亡的哈，它不是很早之前的，像这个墙上的这些都已经是很早之前的了，地上放的那些都是近期死亡的。我们现在从里边出来了哈，这个门是要锁起来的，就是他们不再使用的时候他们就会锁起来。而且这边如果要是有天葬的话也是不对外参观的，你可以参观天葬台，但是天葬的仪式呢是不可以看的啊。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房子里边，它的历史已经有300多年了。然后我刚才还问了一个我们一直好奇的问题啊，就是如果天葬我们没有看到最后嘛，总是看不到最后，这些碎骨头哪里去了？然后倩倩刚才去问了他，人家怎么跟你说？他说骨头呢在一个刚刚看像是一个井口的一个地方把骨头剁碎，然后呢把骨头和酥油糌粑拌在一起，然后再喂给秃鹫，最后就吃的就是渣渣都没有。对，所以呢这个天葬呢在藏区藏民的心里边，他就是说在世活着为这个世界上做最后一件善事啊，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它类似于这个释迦牟尼以身似虎的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去了啊。哎呀，下边那个是谁？文殊公主啊。对，在我们正前方还有个雕像啊，我们走到那边上去看一下。